哦，这边是街上。Hotel。大卢森堡。哎呀，挺大的酒店呢，叫斯巴。啊，小绵羊老跟我说是什么，什么温泉浴，大概就是这个。我一土鳖。哎呀，这个中国翻译叫贝叶。昨天我这笨蛋，哎呀，我应该搭美国人的吉普车。我就不知道，他们其实跟我住一个酒店，又让我多花了20欧元。下回得带一个更亲密的导游，啊，你看这老兵，嗯，我昨天。来入住是进的这个门，这么窄的胡同都有红绿灯。嗯，昨天就这批车，我应该上。完了，傻了吧唧的，自己又打了个车。我还不觉得这些法国人笨，其实法国人说的很对，你是打车回备用酒店。还是坐我们这儿有穿梭的巴士，我不知道，其实这个就是那个穿梭的巴士，嗯，都是美国人包的车。你看这红绿灯矛盾，他走的时候他那是绿，我这儿也是绿，我就让他先走了。他一定说这个中国人真傻瓜。傻人总是最有福气。在欧洲啊，排队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在我们那儿排队是个淘汰的过程。等待的过程谁都可以等，淘汰的过程谁都不愿意被淘汰。这是法国大奇景。哦，这是要到现场去的车。嗯，他们的车又到这儿了。各种政要都来这儿，嗯，你看都有警车，但警车都挺简朴哈，没有我们那车大。我们都是跟英国学的，全照着劳斯莱斯来。
上面那么多天线都不知道什么设备。土鳖第一次看见，懵逼的袜子洗的都被干，那解放鞋不能穿，那解放鞋挤脚，把我脚全磨烂了。昨天我的袜子和雪和水泡，我真成红军了，穿着解放鞋，那鞋全烂。昨天我把袜子洗了，血红的袜子，结果那个袜子没干，外边光着脚挺冷，我还是得穿上。湿又凉，还是不能穿，挂在背包上，一会儿一晒就干了。存行李的，嘿，他这包也是多么可，看来不是老兵，是老摄影，跟我一样。多么可这牌的包啊，就是越战的时候，以美国战地摄影没出名，发明这包了。这包的特点就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完全靠铁钩和圆圈。实际上都是把战场装备给改装的，所以我以后我想造和平鸭的东西，都是战场上学来的。我住的这个酒店啊，就是法国总统住的酒店，现在这是他的保镖。我的行李你看我在这儿，原来这个法国总统跟我住在一起，我说怎么早上我吃早饭的时候我们是分开的呢？这妞也是，早上我还跟我一起吃早饭那家伙，结果是总统的司机。当然这边是行李车哈，前面那才是总统真人。我也不知道坐哪个车，一共就三辆万。他们也特好奇我这装备，法国国家警察，这是给总统的开道的。这行，礼貌的让我靠边。Thank you。人家大人物很客气，我主动退出来。
No, yeah. He is an officer. Lui est photogénique, aime vidéo, yeah. Tout ça. Il aime bien beaucoup vidéo sexe. Ok. Thank you. Merci. Lui, coquin, faire beaucoup par tous. Yeah, yeah. Faire beaucoup par tous, avec homme. Gros zizi tout noir. Yeah. 我什么也没听懂，语言太重要了。如果我会语言，我肯定是比我现在更牛逼的战地记者。我经常让战地上全他妈听不懂人家说什么，由于没听说什么，人说趴下，我还站着。人家说这孙子胆儿真大，这中国人胆儿真大。其实我是一傻逼，我没听懂，人家让我趴下，而不是我胆儿大。这他们这会儿对话好像都说的是什么频道什么之类的，我不能听，这泄密。他们这儿也不亲人啊，也许看着我带着一个记者的狗牌，对我挺客气。认为记者都是挺不错的人。这种民选的领袖啊，因为他是老百姓选的，他不能扰民，他要扰民人家就不选他了。呵，这大摩托一个一个开始点火。我到哪儿啊，我原来在中国跑公安，我到哪儿公安部治安局公安部特级那叫什么东西，消防局边防局全是我哥们儿。别靠近，影响人工作，一会儿给人泄了密了。他们都说今天走几号路线，怎么走怎么走啊，我这儿都给人直播出去了，所以我从来不直播。我认识中国一个孩子啊，就管他叫春花吧。这是他名字，春花，长得挺精神啊，大学学法律的，当然不是北大了，外地某大学学法律的，然后是那个语言不错，全国电视大奖赛得过奖，有辩才，知识也行，然后这家伙就是直播，我就反对直播，为什么是直播呢？你在现场第一，你得上网，上网就暴露你位置，狙手就可能逮你。美国那个地狱火飞刀片那个，刀片就可能飞你。没有地狱火，没有刀片之前，那个亚辛，是叫亚辛吧？就是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那个恐怖分子的领袖，就是由于打手机暴露自己位置。现在小孩呢，当记者，他们想当的那其实不是记者，都是央视主持人。央视主持人有人给你提词儿。有人保卫你，啊，你干各种牛逼的事儿，啊，各种牛逼的事儿都是有人给你安排的，你是被安排的，你牛逼，而不是你自己牛逼，站在电视面前嘚瑟，说我是什么什么，我是什么什么。现在好多人都说，老鸭，我知道你是战地记者，你还有一哥们儿，你还有同事，你们说的都是电视主持人，他们不是记者。记者一个人工作，你看像我现在，首先跟警察关系弄好了，我能够在他们边上随便拍。然后大人物最后一个瞬间才上车，我能在边上，不然人家说我是恐怖分子啊，车里已经有人了，大人物接着来。这都是美国昨天那个飞飞机啊，什么101空降师的那些老兵，我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谁，我都是现场先拍了，没立场只到场先拍了之后回去再编啊。我这种记者就是我一个人现场拍了回去再编，不像他们先编。哦，这是个著名的美国老兵。Okay. Oh, thank you. Thank you. 警卫跟我说了 ，Here is okay. 这个怎么可能是大人物？我不能围着车转，我必须站在这儿，因为这个车上的临时纸的编号是一。
万一，外国管这种车叫万，比这再小的叫 mini 万。嗯，昨天我还跟哥们儿套半天词，他不理我。今天我才知道，大人物司机，现在大人物是谁我还不知道。我就刚才说的春花那个人啊，哎，长得也精神也漂亮啊。他生意生日那天，在东四地铁弄了一个，那叫什么？一个聚会，我还去了。嗯，我跟他说别直播，别不直播，他就直播。现在小孩都惦记直播。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拍了什么，只要拍了什么，你就是记者。直播不直播那是电视主持人，好多人都把自己的电视主持人当成记者了。记者不是主持人，记者一个人工作。哎。没人为记者写词儿，哈，记者到场，突破封锁线，在封锁线里边拍摄。这时候呢，他可能说的话呀，拍的东西都是错的，可能都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正确的事儿，啊，记者是不断的追求真实，逐渐接近真实，而不是字典，不是百科全书，不是文件。这个都是，这些都是大人物的私人摄影师，他们可以靠近，我不行。你看我这手拍着视频，这手拿着照相机，所以我要求我是用一只手可以操作的记者。为什么我现在都喜欢小相机的？小相机一只手可以操作，而莱卡不能一只手操作。大人物来了，我都不知道，太平易近人了。我傻瓜似的，我还等呢。再看这些奇景，拍了半天，我以为是马克龙，结果我去错地儿了。这也是警察，嗯。闹了半天，我一直在警察队里边，我都不知道。走你！你看这辆车突然冲到前方，那大概是美国的大官还是法国大官，我也不知道。我们就在新闻里，每天你只要拍就是新闻。年轻人要学习当记者，千万别学主持人。你们看见开大会拿个话筒那儿瞎逼嘚瑟的，不是记者，是主持人。主持人有导演，有编辑，有摄爷，有杆爷，有灯爷，有人给他们写词儿，有人给他们提词儿。他们看着那提示器，念那些别人替他们写好的话。而记者，尤其是战地记者，他这一个人工作，破衣拉撒，所有东西都挂在身上，身上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是吧？哎，所以不能学春花啊，春花好看，但结不了果。记者只到场没立场。2024年6月7日，诺曼底。记者可以不吃饭，我早上把那个自助餐那两块奶酪全给偷走了，另外果汁，你看我这果汁不是一个色儿，我把好几种果汁弄在一起。今天有没有饭还不知道呢。战地记者，烧杀抢掠，劫掠式采访，寸草不留，因为你没有第二次。真正的新闻只有第一次，没有第二次。真正的记者只到场没立场，随时承认错误，随时修正自己的过失。战地记者，都市朋友。